香港海洋公园全新的虚拟实境 VR 云霄飞车游乐设施，配合园区的圣诞全程 HOHOHO 活动正式开放。香港海洋公园提供，记者庄世贤台北报道。香港海洋公园圣诞全程 HOHOHO 今日起至2018年1月1日欢乐登场，全新推出的香港首座虚拟实境 VR 云霄飞车 Samsung Gia VR 呈现月矿飞车游乐设施以及海洋公园 Xpin Toy 圣诞市集、圣诞老人屋、冬日浪漫花园等圣诞节应景活动，让游客们体验刺激又欢乐的圣诞佳节。此外，香港海洋公园首次在圣诞新年期间推出免费夜场，在12月23日至2018年1月1日期间，每晚7点至11点免费开放园区的海滨乐园广场及时尚水都区域，游客可感受圣诞市集、圣诞老人屋、冬日浪漫花园带来的节庆气氛。香港海洋公园的虚拟实境 VR 云霄飞车游乐设施，结合虚拟实境技术与刺激的云霄飞车，香港海洋公园提供。香港海洋公园新推出的 VR 云霄飞车游乐设施 Samsung Gia VR 呈现月矿飞车，结合虚拟实境技术与刺激的云霄飞车，游客带上 Gia VR 登上月矿飞车，透过 Gia VR 内建的 Samsung Galaxy 智慧型手机荧幕，甚将置身于亚马逊雨林的虚拟世界中，与三指树懒、美洲豹等动植物擦身而过。Gia VR 的设计配备101度可视角度，游客能以第一视角观看360度影片，经历上天下海的冒险旅程，身体则随着云霄飞车奔驰，感受最快时速71公里的高速及离心力，以全新方式探索亚马逊激流及热带雨林大自然环境的生物多样性，对生态保育重要性也有更多体认。迎接圣诞节，香港海洋公园有多项应景的节庆活动。香港海洋公园提供 VR 云霄飞车之外，园区还有 VR 智 Phone 专区及 VR 动感挑战镇、 VR 游戏区，多款新奇的 VR 体感游戏让游客在逼真场景中大展新手，如挑战水果忍者、涉及空中飞翔、在吊桥上完成半空任务等，也可透过极速单车、拳击斗法及篮球投射等测试体能、身体协调和反应。动感天地游乐区内还设有 VR 电影院，游客透过 VR 深度航的360度影像体验热带雨林的民俗生活及欣赏大自然美景。VR 云霄飞车之外，香港海洋公园园区内还有 VR 智 Phone 专区及 VR 动感挑战镇、 VR 游戏区。香港海洋公园提供，因应圣诞节到来，园区的海滨乐园广场将于12月16日起推出海洋公园 Xpin Toy 圣诞市集，是园区与设计商品购物网站 Toy.nkli.com 首次合作举办的圣诞主题市集，市集贩售众多由在地设计师原创设计的精品，如插画家 P. John Illustration 设计的插画精品，将香港文化融入设计精品的小酒工厂，香港本地扎染品牌巨人染 Giant Tie Dye 的一系列扎染精品等。海滨乐园广场同时也变身为雪花飘扬的圣诞村庄，人造飘雪、40尺高的圣诞树每晚上演光影圣诞亮灯仪式，加上圣诞老人屋、冬日浪漫花园等，洋溢浓厚圣诞欢乐氛围。